近视我们大会采用那个Sport RS 那个轮胎，你觉得在那个赛道上面感觉怎么样？首先这款轮胎呢，它是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，由中策橡胶集团自主研发的这样一款轮胎。在这个场地呢，我经过一上午的练习，包括昨天它的天气是非常易变的，然后在干与湿两种情况，我觉得这种轮胎的性能是非常好的，是非常能满足我们的驾驶需求。好，谢谢。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Sport RS 轮胎的特性。我们这款 Sport RS 呢，是国内自主研发的一款高性能半润轮胎，无论是在干地、雨地、漂移赛和场地赛中，我们这款轮胎的特性都是非常性价比比较高，然后特性非常好，咬地力比较强，特别是在漂移赛当中，我们这款轮胎取得过很多优异的成绩。刚刚听到陈先生你把那个轮胎带到赛车场上，你们有再去一个什么比较高级的或者是一些赛车运动吗？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带了这款 Sport RS 轮胎去了泰国迪旺 GP， 然后在2015年年初就又带了这款轮胎去了日本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日本迪旺 GP 漂移赛。好，谢谢支持先生。